就会教大家点样去整嗰啲开头新嘅开头片啦，即系嗱咁。依家我就求其拣一个先啦，之后你就可以睇下呢一个适唔适合你啦。咁就睇下呢一个觉得 OK 嘅，咁就你觉得 OK 嘅话，咁就系咁一个透明嘅正方形立体正方形方格，你又将咗啲字咁就可以改一改，改翻咗你个频道嘅名啦。咁就系啦，咁我就改翻我自己嗰个group啦，之后再改埋咗两个咁就 OK 噶啦，系啦，你再改埋系啦呢一个，之后再改埋呢一个，系啦，搞掂，咁就 OK 噶啦，你可以睇下，你只可以重新睇下，觉得满唔满意？如果你满意嘅话咧，你就可以点落录影啦，再录影个。之后再去到你个相簿度慢慢剪辑翻啦，录影完之后咁就系可以搞翻停喺咗边个位啊，边个位开始啊，即系喺个相簿度搞啦。当然系之后你再适合啲角啱唔啱？如果唔啱嘅话，你可以转嘅，之后咁样再缩翻细咗个。嗰個主要的位置，咁就再儲存，之後就錄，等佢撈完嘅話 ，OK 啦。咁你又可以睇下適唔適合你啦，適合嘅話你就可以擺喺 iMovie 度做你嘅新開頭片啦。今次條片咁就嚟到呢度，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